您能有45吧？哎，他怎么给你招东西？怎么给你锁呀？我在这说你好，你要抓起来，别要抓起来。能给调回去？能给调，两两的。开始了，不是，别管怎么给人家。开始，快点上学。我上学。这比我木桶的，好嘞，走命啊！是，开始啊。就这么两句啊。谁先干活也这么积极啊。这个随便你往里搁行了。我随便往里搁，随便搁多个。工人干活这是标准化，这是。什么标准化？你多个都给他一对个，别走那么远。不是远了，得一步就远些。这瓶没事儿，这瓶，这瓶你一个挤一个都没事儿。一个挤一个不看到行了。给你包好吧，咱俩买不起。我操，这要换那么少的，换那么少，灯光给你了。来。找瓶子，再找一个找瓶子。这人长得都不好看，照啥嘴？照啥人？跟我过来，呀，跟我挤住了，快点！这要开干嘛？太紧了。立马他要过来。过来。他不走又不走，推一下，人家都推一下。又挤住了，整那么紧干啥呀？有这家伙跑。还在这逮个群众了，塞死了！你们睡着活了？怎么的？塞死了！光头撞了，光头。拿枪的，拿纸枪的，没有。光头。好了，行了。